得救的路，原来的人，创造天地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。创造人类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善恶果应许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根本问题，人类的堕落，原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离开神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天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撒旦的子女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撒旦的本真，担当赞美的天使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你心中美丽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撒旦的堕落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灵界的战争，撒旦的名字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。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不信者状态，魔鬼的儿女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崇拜偶像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、
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精神问题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肉身问题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，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。来世问题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后代问题，众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人类的方法，善行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宗教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哲学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神的方法，基督，神的爱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基督的三个职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接待，生命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心里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看哪，我正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信心与告白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神儿女的祝福，圣灵内住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圣灵引导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做工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捆绑黑暗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天使同行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天国是民权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世界福音化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
所以你们要去，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门。